小朋友放暑假去哪儿玩？专为孩子打造的儿童夏令营就在垦丁。多少？17，刚我就有17分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在馆主带领下，小朋友排队挑战9宫格丢球连线 PK 积分。下一关还有飞盘套圈圈大赛，针对儿童设计的闯关活动，难度只有2颗星，孩子们组队 PK 超有成就感。哦。敲敲外壳，嘣的一声，蛋壳就碎开，里头蹦出可爱的小恐龙。这些全是用巧克力做的，小朋友 DIY 恐龙蛋巧克力，自己做自己吃，每一口都是满足。小心哦，你要不要把骨头挖断。孩子们放下餐盘，拿起雕刻刀，立刻变身小小艺术家。垦丁今暑假推出不少亲子夏令营活动，为了小朋友量身打造边学边玩创意行程，还找来外语系的大学生担任关主闯关学英文。我们超级英文是什么？请小朋友回答。家长相机手机拍不停，垦丁看准暑假商机，主打亲子夏令营，让爸妈可以安心到海边玩，不用在小宝贝跟戏水之间犹豫不决，增加家族旅游的乐趣，也成为吸引亲子客群的一大利器。记者张崇敖、魅如评论报道。